看我如何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回来啦，我妈呢？我给人火车站了。啊，你可扔了。啊，你不开车就接她吗？是啊，但那东西太多了，后备箱塞满了。不是，那后备箱塞满，副驾空着，你让她坐副驾呀。你的副驾只能我一个人坐。你这一手讲的这个，那是我妈，她可以坐。你的命令是绝对的，听到没？ 不是大哥，你脑子锈着了，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子啊？不是，那你给他一张车站，他没说你啊？他说了，在我没搭理他。你为啥不搭理他呀？你在外面不能和别的女人说话。你别给我整那些有的没的的，你给他扔了干啥呀？没事儿，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了。说啥了？我没接。你为啥不接呀？他要可能遇到危险咋整啊？不是你刚才给我打电话吗？ 你把我电话先挂了呀！以后咱们两个打电话必须我先挂。六。